山东人称奇圣，新闻贵地由此盛会，已是济阳，故才不愿千里而来，想向各位讨教讨教。若是时辰已过，那就算了吧。来者不善呐、啊，有心看了、啊。既然奇圣驾到，我们兄弟倒愿意领教。不过，输赢。 总应该有个公道吧？对，<笑>输了的话，分期消弭。老汉从此退隐。若是胜了，各位就要替老汉办一件事。我还替他办一件事。比赛是为了头名，他们还有他。师傅，算了吧。人家好不容易得来的头名，您又何必扫兴呢？我看，我们还是早一点回山东吧。 啊！好，我们大哥在河北人称奇仙，难道说还怕你不成吗？来！哎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哎，你这是？哎，你这是？这边好看。奇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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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
将军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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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军，将，哈哈哈哈哈，可能要反败为胜了。 约定就算了吧，我兄弟绝非食言之人。这盘棋我们认输了，老张尽量吩咐就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各位真不愧为侠义中人，老韩佩服佩服。来吧，请。说起这件事情嘛。 吃下，将军，嗯，吃军，走。
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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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丫走，啊！来，这是我们王爷赏给你的，多谢大人，多谢王爷。启程。
请问大人，看样子他们正是为你们而来。哦，婉儿，告辞。请。走，走。是。你们看。
请问这儿有没有熟悉山路的？我想请您带路的。带路的？嗯，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去。他妈的！哎，军爷，如果您要找带路的人，我小齐儿是他土生土长的，九窑十八坛，过淮河，走泰山，翻过醉八星，周围400里，只有一个勾魂居。 那就是俺的老家。你说该怎么办？军爷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走。这个小王八蛋，这他又搞什么鬼？怎么样？你的意思呢？走。啊。嗯。 小心人犯！小心人犯！
老鼠偷走了我的猫蹄。哈奇皮干大吭哧吭哧两蹄。大人寒夜驾临，不知有何见教。你这妖鬼，半夜扰人安宁，还不快走！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周家乃书香门第，老老曾祖时代起便留下一条规矩，历代子孙若不能考中举人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你看，这些全都是我历代的祖先，他们全都躺在这儿。不瞒大人，明儿个就轮到我进京赶考，故而在此苦读子曰：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胡说！大人，你还不快走！我的祖先已经发脾气了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不亦不亦君子乎？”哎呀，你们听啊！走呀！是你给我们带的路吗？啊！好吧，明天我带你走另外一条路。行刺朝廷的命官，你们不要命啊？我们是不忍心看这两个人暴尸荒野，所以才慈悲为怀。阿弥陀佛。哼，一定是你们俩干的。哎，怎么能说是我们俩？我一看你们两个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弟兄们，我们上。快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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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处。你们都下去洗一洗。好，大家快去洗。啊，洗啥？洗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去找找去。船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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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船家，喂，船来也。
各位，上船吧。上船。水天一色大江寒，劝君莫坐托子船。托子船夜忙变，船到江心似腰前，渔翁江边等声音，就挑明儿是船钱。各位，每位船钱十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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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两啊，那么贵，一个人十两。怎么，嫌贵？宰上你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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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中水月长哎，山中岁月冷又清哎，闲来无事望斧头，且把梳头当人头哎。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？大人，您不知道这个山歌是要对唱的，否则就麻烦了。啊？你们谁会唱？哎呀，只有我来对了。
莫非也是想看哟哎。哎，此山本来是我开，此树本来是我栽。想打从此闪过，赶快留下马海如前来。嗨啊，大吼一声，天地动，妖魔鬼怪来送了终，收拾着伴扶了俺就往前冲。哇，你们闻到了没有？哎，是酒香啊！哎，好香酒味儿！哎，这里是醉八仙，有名的卖酒地方。喂，你们看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来喝酒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这有好酒啊！来喝酒啊，来喝酒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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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这个酒啊，天下闻名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您尝这杯峨眉金顶猴儿醉。人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别客气，来来来，都来喝呀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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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喝，尽量喝啊！来来来，多喝点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Thank you.
快走。铁门滚！在。奴才铁木滚，叩见大人。你即刻带领手下去接应哈尔市那个饭桶。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去。是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客官，你们是要住店吗？是住店了。哦，伙计们，快来呀！有客人住店了。哎呀！快打烊。还有人来，好了好了，你这个聋子，买卖上门了，难道说开一辈子空店吗？哼！混账！摆门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怎么？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各位客官，我这个兄弟啊，他是个聋子，请您多原谅，我马上叫他们准备吃的。马叔，准备八人份呢啊。热的还是凉的？贵客来了，怎么能吃凉的？知道了。快走！
有奸细，抓奸细！是，抓奸细！嘘，别出声。我是王大人派来的，你身上的藏宝图快给我。啊，藏宝图？哦，难怪你不相信。喏，你看，这是另外半张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？在这边，站住！在这边，快跑！快围住！快跑！住手！快跑！走！跑不掉了吧？啊！刚才有个奸细啊，我把他打跑了。哼！这是什么？啊！啊！把他抓起来！小爷走了。准没错，这一路上竟遇到稀奇古怪的事儿。我看这小要犯恐怕故意引我们走绝路吧。对，这个小要犯呢，八成是跟他们一伙的。我看这条路啊，是凶多吉少。辛苦了，是路过还是投店呢？哎，我来问你啊，这离京城还有多远呢？哦，各位是上京啊，今儿个要委屈了，南行八十里，荒凉得很，除非各位急得赶夜路，否则的话就在这儿过夜，明儿可以赶早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住下来。哎，最近有什么人来过没有？哦，前天京里下来了八个差官，匆匆忙忙吃了个饭就走了，说是要接应什么女犯，别的就没见什么人。好，他们从哪走的？就在你们刚才来的路上，各位没有碰到。糟了，王爷派人下来了。稀奇倒不稀奇，瞎子开了个勾魂居，聋子来跑堂，瘸子摆桌椅，还有个麻子在长灶。哎，不会有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嗯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好，来来来，跑这儿，大爷，去去。哪凉快哪儿待着去，来个包子吃。是，不用去了，谢谢。小二，哎，过来，来了。回来，您有什么吃的？哎，他问你有什么吃的。
哦，要问吃的，我们这勾魂居倒是有几样有名的菜，像火爆蟑螂、干炸蜈蚣、清蒸蛤蟆、醋溜蛔虫、活蛇三吃，全套五毒大宴了。啊，蜈蚣、蛤蟆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包子可是人肉做的，你们看还有手指头呢。哎呀，小叫花子呢？走，走，走，走。
这儿不要吵，听我来分配。虾、瘸、龙、马、牲畜，你们五个人向南走。好。渔樵九道鼠，你们向西。驼子，你一个人向北，我向东。最后大家在江边会面。走。启禀郎主，铁木棍、哈尔赤两位大人已经遇难了。啊！好，我倒要看他们往哪儿走。快，快把那半张地图拿出来，再迟就糟了。那十二个家伙，一个比一个难缠。怎么？难道是假的？假的倒不是，只是我看不懂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到我这儿撒野？文昌帝君显灵了，这个家伙最有学问了，快跪下。小民乃河南人士，现在奉了王御史之命，前往寻宝。却看不懂这张藏宝图，请帝君指点迷津。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文昌洞府。哦，既然知道是我老人家，好，且把地图呈上，我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不是看不懂吗？我有办法。哼，好一个卑鄙的东西，用这种下流的手段。我虽然不是文昌君下凡，但也是他的高祖。这宝图上明明是甲骨文，要不是遇到我，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会明白。少废话，快把它还给我，要不然休想出动。这样吧，见者有份，三人一同去找，谁都不吃亏。否则的话，就麻烦了。好吧，你先说说看，宝藏在什么地方？好，你们过来，听我解说。这些都是甲骨文，文曰：南山石洞，汉地碑下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看样子我们三个人要发财了。可是，好，要是真的找到的话，咱们三个人平分。走。奶奶，书念得越多越坏。图给我。就这儿。有了有了，在这儿。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，珠宝，都是我的，都是珠宝，发财了。发财了，我珠宝，我发财了，我发财了。追兵快来了，何况后面还有十二个厉害的家伙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们一定要赶到老河口。我们快走。
珠宝早就被抢走了，还不快追啊！哎，拐哥，哎，挖走了。有句话想问你，嗯，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你，你很好啊。不，不，我不，屡次蒙你搭救，所以才以身相许，想不到你。不行不行啊，我我，哎呀！哎呀，王大人怎么还不来？把那小鬼给我拿下！是，上。上。你，你，
就是专门跟大金捣蛋的十三条虫吗？十三条龙，来要你的命！哼，看样子都不含糊。好，让我来捉你们十三条虫！哼。Thank you.
进来。棺材留下来，胡说！大家上，上小杂种，上上。不少。王大人，我兄弟总算不辱使命，这趟任务虽然辛苦，现在也完成了。各位壮士辛苦了。公主受惊，请恕臣迎驾来迟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人，我父兄他们可好？正在金陵准备复国。哎，小叫花子呢？爹，我忘了介绍，这是我的义女。快拜见公主。小要饭的拜见公主。各位的功劳不小，那棺木中的珠宝就酬谢各位的。爹，那笔钱不是要用来复国的吗？公主能够平安归来，这十二位义士功不可没。王大人，我兄弟守信，总算不辱使命。这批珠宝嘛，还是请您收回。以后王大人如果有用得到我们兄弟之处，尽管吩咐好了，不必再下棋了。将最汹涌。